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Bounce J。 这期我们来分享七个品牌的吉他音色对比。那测试的音频也是为这次评测独立制作的。废话不多说，评测视频请大家参考。
OK， 片子看完了，希望大家能了解这些品牌的特性以及木材弦长拾音器搭配对声音的影响。本期提供了分轨文件供大家对比和下载，可以使用这七把琴的 REAM 干声套用自己的音色，也可以参考本期的谱子拿起你手边的琴做音色对比。 OK， 那这期我们就到这儿了，关注房子类公众号会有更新更好玩的内容等着你，下期我们会做关于贝斯的视频，敬请期待，同时也感谢您的观看，那我们下期见。